现在是2021年11月26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22:48。刚才你拍完了以后呢，那个排了那个总兵比子就完全不读了，拍完就好了。现在呢又有点堵了啊，我来看一下子啊，看一下子啊。我看到那个一个银呐，在那边。他等着啊，一个银呐，在那边等着贝利再来呀、等着贝利再来呀、那个银呐，等等等等的贝利不来了呀，等等不来了呀，就像一个那个贝利就像一个人呐，就像一个人等着他的情人再来呀，等等等等他情人再没来了，再也没了，他好失落，好失落，很失望，很失望。哎，他的那个再希望再有艳遇呀，再有艳遇啊，好像再也没来了，再也没来了，再也没来了，好像那个银呢、啊，他不愿散去啊，他不愿散去啊，他原来误以为啊，银和飞碟是分不开的，飞碟就是银，银就是飞碟，飞碟就是银，银就是飞碟，所以叫飞碟银啊。现在突然就发现那个银呢、啊，就感觉很孤独啊，感觉很多孤独啊，突然发现没有银来了。啊，没有飞碟来了，没有飞碟来了，没有飞碟来了，还关键更重要的问题呢，没有飞碟来了以后，没有飞碟来了以后，他的就会散架掉啊，就散架掉啊，就会散架掉，就会散架掉，所以啊，他不愿散架。现在我看到那个飞碟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啊，不是飞碟，就是那个云呐、啊，他的思想就像人的思想一样啊，就像人的思想一样，他舍不得那飞碟再不来了。因为那个，如果飞碟不来的话，它的溃房再也创造不出来了。如果飞碟能来的话，那个就普通的水啊，就变成了一个，让人家关注的一个东西了。现在那个，如果飞碟不来的话，这只能有一句话叫做"尘归尘，土归土"啊，尘土啊，凡也是尘土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哦，土就还原成土，灰尘就变成灰尘，它就水就还原成水，啊，云呐还是云呐。他在那千万个舍不得啊，千万都舍不得，因为当年呢，有飞碟在里面转的时候，飞碟在里面转的时候，人家就以为他是，以为啊，他就是那个飞碟了啊，有好多人误以为那是飞碟了，那样子就很像很像嘛，人家不是飞碟，那是云呐，哎，他的那个当年接受到人家的赞扬了啊，人家好多人膜拜他，以为他是一个飞碟啊，所以啊，现在他说飞碟不来以后，他觉得。就在这好失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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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失落。他自己啊，想努力的想能赚，他自己好想努力的在赚呢，好想努力的在赚呢。他召唤着飞碟过来，召唤着飞碟再来呀、啊。哎呀，那种舍不得啊，那种一不是舍不得、啊。我看了一个心都要碎了呀，我心也要碎了呀。我看到这一幕呀、啊，有点不忍心呐、啊。有点不忍心了，有点不忍心以后，我同飞碟商量商量，你们在有空的时候，还是在我们地表这边转转啊，转转，再制造点飞碟，哪怕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了乐趣，哪怕添加点乐趣，因为你们有时候来执行任务啊，会来到地表，来到地表以后啊，你抽个时间，再给大家转一下子啊，抽个时间再给人家转一下子啊。人家实际上有，还是有一部分人记得，这是贝利营，也知道你们的存在啊，尤其是我们临牌当中的人呐、啊，现在就，哎，真舍不得，恨不得人家要写那个，叫追忆文章，有的人是很恨不得写悼念文章，文章悼念文章，哎，反正有个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概念，好不容易，在生活当中这么忙碌的事。生活当中找到的乐趣，突然一下子说消失掉了，千万个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哎呀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，飞碟银行，没想到把他们两个外星人也感动了呀，也感动了呀。他们商量商量，还是，哎，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做出飞碟银啊，只是说目的不一样了啊。原来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他们飞碟的存在，哎，目的性很强。现在没有什么目的性，就是让。知道这个曾经制造过飞碟银，知道这是飞碟银，而且呢，关注过飞碟人呢、啊，再带来一点那个希望啊、哦，这是生命的希望啊、哦，知道这外星
外星球上来的生命啊，那生命的希望，而不是一个遗漏，而不是一个遗漏啊。所以啊，我把现在我们那个很多人当中，有部分至少可以称上一部分人吧，把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呢、啊，告诉了外星人，啊，把那依依不舍的心情呢、啊，告诉外星人了啊，告诉了的他们以后，他们就这样还是会表演的。本来的计划是永远不再表演了，因为那么他认为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，但也不是说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。你想想普通大众去了解这个呢，真的人家普通大众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通过灵牌以后啊，人家知道这个事，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还是很关注这个飞利营的存在，所以突然一下子说没了飞利营，让人家很失落，很失落，很失落。所以啊，现在把那个把这个消息已经传给了外星人了。外星人也得到了，经过综合处理以后，他们表示啊，仍然会来地面来旋转，也会制造飞利营，但是呢，他们心情不一样。原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人家知道，有他们飞碟的存在，然后他们制造的飞利营，然后还要移走核物质。现在他就没有带着这样的强烈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大家老朋友见面。再遗漏一下，再告诉我们大家啊、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原来是一个飞碟的信息，啊，一个飞碟的信息啊，在这边转，所以让我那个鼻子里面又产生了一点点，像比赛的感觉啊、哦！知道了，我们以后出门的时候还会关注天上的那个飞碟的啊、哦，还会关注天上飞碟的，希望老朋友啊，能够再来啊、哦，能够重相会，好。有点依依不舍啊！今天是很明显的一种依依不舍啊，很明显的一种依依不舍，很明显的一种依依不舍啊！好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